晚上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涨跌密码》。台北股市今天试图要止稳反攻，中场是小跌12点，收在15502点。今天的成交量是2192亿元。盘是怎么分析？现场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是大宇国际投顾的张宇明分析师，欢迎您。明乐好，投资朋友大家好。第二位是陈义群分析师，欢迎您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盘是怎么观察？我们先来请教张宇明老师。好的，今天是震荡，中场是小涨12点啊，盘中还是一样杀声隆隆啊。这个礼拜周线总共跌了123点啊，当然这边盘整了15周，操作难度非常的高啊。未来行情要如何研判？我们请看哦，大盘在这里已经盘整了15周啊，目前还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整理啊。那我们说盘在15周里面只有787点的空间，所以这里的获利机会非常的小，大部分的人赔钱很正常啊，因为这个盘整盘。啊，散户跟分析师都一样，容易追高杀低啊，所以在盘整的区间很容易啊，就是追高杀低赔钱哈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没赚啊，也没什么赔啊，在平手附近。第三种可能是小赚，小赚都已经算了不起了啊，真的啊，这行情不好做，小赚就已经算很厉害了哈。好，电动车概念股如何看啊？有投资人问说，哎，老师，你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讲电动车了啊，你没有看好电动车吗？你什么时候听我说？我跟你讲，我看好电动车。为什么电动车没有看好？那我们举例啊，来看，哎，比如说康普，这段跌50%，那目前就在低档整理嘛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年多来，如果你买了康普，对不起，你要缴50%以上的学费啊，你也赚不到什么钱哈。好，美骑马还是一样，跌了51%，所以这一年来，如果你买了美骑马，对不起哦，你要缴50%啊，钱赔掉一半啊，没有赚钱的机会，套在那里。动弹不得，我心里会压力很大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哦，原来这是空头格局啦，懂意思吗？原来康普是 空头格局，包括美骑马一样都是空头格局，所以这种格局的股票你不要去买，你买也赚不到钱，你最后就是白忙一场，懂意思吗？白忙一场，你可能赔了50%。所以心情就非常非常郁闷，很痛苦哈，也涨不动了，格局完全不对了。所以这种股票我是不会去买的哈。啊，包含顺达也是一样，这格局都是错的。包含这个富鼎，这格局都是错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买这些股票，你可能这一年过去了，啊，你买了一整年，到了一整年，一毛钱也赚不到，也就算了，可能要赔50%，哇，那心情就很不好了哈。好，我们说公车如果还没有开出来，你站在车牌下挥汗如雨，那是没有用的。你非常认真的等公车。没有用，车根本没有开出来，你要等什么？你很认真等也没用啊！你站在太阳底下都没有去躲树荫，这上面哇，好好热哦，这边等等他来，那么你车就没有开啊，你等他也没有用啊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公车如果没有开出来，你站在下面挥汗要干嘛？你很认真等有用吗？那都没有用，你把你的时间浪费掉，把你的生命浪费掉了，啊，完全做白工。我现在讲的就是你去买电动车族群，很多人是完全做白工的。所以你看，很长这段时间我没有跟你讲电动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看它翻多啊。所以你买它你也赚不到钱。所以这就是股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操作概念。车子没有来，你很认真等也没有用。他妈，你用心在那边等也没用，你在那边挥太阳，哇，一身汗在那边等也没有用。你车子根本没开过来啊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在那边等是浪费时间，浪费你的生命哈。包含 MH 的龙头啊，电动车台湾的电动车联盟龙头叫鸿海，对，鸿海。如果你买鸿海，对不起，你一年半赚不到钱了。这一年半你也是过得很辛苦啊，在那边坐冷板凳，没有你上场的机会啊，就坐冷板凳啊，啊，跟这个足球比赛一样，啊，这个明星啊，球那个啊，这个总教练把他冰起来了，啊，就会坐冷板凳。他虽然很厉害，很会踢，没有用啊，那不让你上场啊，懂意思吗？虽然简单，如果你买了这个股票，你在那边坐冷板凳啊。你做一年半，你看你会多痛苦，投资朋友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要把这个原因找到。那为什么张明都不讲鸿海有多好？我跟你讲，鸿海空有格局，对，没错嘛，格局完全错误了哈。好，鸿海第一季 EPS 创3年新低啊，它的意外亏损200多亿啊，当然是买这个啊日本的那个啊这个面板厂嘛，造成它严重的亏夏普嘛哈，造成严重的亏损。所以你看到鸿海涨不动了，投资朋友。现行早就不对了，所以你看这一年多来，我从来没跟你讲我看到鸿海，原因就在这里哈。那你今天看到答案，那为什么没涨呢哈？所以你跟着老师做的意义是什么？投资朋友，你可能是一个啊投资人，你是一个散户，那你为什么要缴钱跟着老师做？钱不能花吗？钱拿来花多好，干嘛拿去给老师用呢？不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跟着老师做？
一定有道理嘛，不然你干嘛缴钱给老师？答案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啊，你不要啊在股市里面浪费时间，你买错了，你买了鸿海，浪费时间，浪费一年，浪费一年半，那你要干嘛？你买这种股票你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为什么要缴钱给老师？哦，因为你不想浪费时间，你不想浪费生命，你不想到最后你还赔钱，你去买 MMH， 你去买啊电动车概念股，你去买康普，你去买美琪嘛，最后你还赔钱，还赔五成，那干嘛？你缴钱给人家，那最后你要赔五成，然后你时间也赔掉了，我、哦、天哪，那太损失太大了啦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要想想看，你为什么要跟着别人做？你自己做就好了。如果你有这么厉害，你自己做就好，你根本就不要跟别人做。那反过来，如果你不会做，那你买的都是上市股票，你买了鸿海，你买了康普，你买了美琪嘛，那你干嘛赔50%、欸？对呀、啊，你买这种股票是不对的。张爱民会不会带你买这种股票？对不起，不会。为什么？空头格局我当然不会带你去买啊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进去就变成啊，跟着别人做，钱交了啊，但是你时间也浪费掉，生命也浪费掉了，可以急红开，拱秋拱呆，太不值得了。这样懂意思吧？好不好？这是股神巴菲特讲的话，他说方向错误快跑没有用，你把方向搞错你跑再快都没有用了，你到不了你的目的，你的目的地越来越远，你台中要到台北应该北上啊，结果你坐到南下了，坐高铁也没用啊，你坐到高雄去了、啊、越走越遥远了，方向错误快跑没有用啊，所以要记得要跟对人非常重要。好，鸿海基金电动车里面杂音不断，为什么会杂音不断？现在美国的车厂要把它卖掉了，有一些状况，股价拉不起来一块钱以下，当然有问题嘛，所以这个状况非常非常的多，现在要延后生产，所以你看完之后你就会昏倒。我们台湾的电动车好像真的好像搞不起来，对啊，那搞出个好像什么很像样的电动车，我一弄出来推出订单几万台没有，所以啊问题很多了。好，这是比亚迪的电动车，这台叫 U8， 这台叫 U9，U9 是一台跑车 ，U8 是一台休旅车。这台休旅车是水陆两用的，水陆两用懂意思吗？就它可以开到水里面的，它在水里面好像一条船一样，它四个轮子会哇独立的旋转，然后在水上啊走，水陆两用的。天哪，这车怎么这么厉害？500万啊，台币500万，一卖出来啊，一展示卖13000台，哇，你看这多强啊，这电动车多厉害啊！所以如果发展出这种电动车，你还怕卖不出去吗？问题是我们没有能力把它发展出这种电动车出来。如果你像比亚迪开这种电动车一卖，哦，13000台一天哦，多厉害啊，多强，一台500万呢，哈，对不对？好，大陆的电动车，哇，天哪，太强了，我们这水陆两用了，非常非常非常强哈，0到100，3秒啊，这1300匹马力啊，电池续航里程是啊1400公里，非常非常强啊，就是 U8 了哈。好，那我们说啊，去年大陆一整年的电动车销，一般的车子的销售，第一名，宾士啊，宾士是卖了这个25000多台啊，一整年啊。那这个这一台比亚迪的电动车一出来啊，很快了，第一天就13000，很快没几天就30000台了。所以表示什么？他已经把一般的销售车子的销售的数据啊，一年都打破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多强就知道了啊，这个里程是2940公里，天哪，大陆绕一圈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这种电动车，鸿海能够开发这种电动车，我跟你讲股价不知道喷到哪里去了。问题有没有？当然没有啊，那急着要选总统，然后再啊，所以啊这个搞不出来了哈，就是差很多。那我们看了鸿海跟比亚迪啊，不是跟比亚迪，跟这个纳智捷裕隆啊做的电动车。你看这是纳智捷电动车，这个前车引擎盖在这里啊，因为我们知道电动车是没有引擎的，因为把引擎取消了用电池。那这个呢，特斯拉这是空的啊，空的引擎箱啊，让你放东西。那纳智捷是放了一大堆电池在这里，线夹的乱七八糟，什么东西啊？跨点用拱皮，看的都昏倒了。后车厢也一样，一大堆啊，这个电池夹到底是能用还是展示还是实验阶段的车也搞不清，哪有这样？这什么车啊？那、啊、这怎么跟他竞争？我开特斯拉已经7年了，说我看到这种车我都昏倒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像电动车吗？啊，那现在裕隆纳智捷要跟啊鸿海来做这种测试，哎呀，好像在办家家酒一样。我看了直接这样觉得，好像在办家家酒一样，这不像话了哈，好不好？好，鸿海要推什么？23万元的电动车，要推低价电动车啊。人家比亚迪推500万的，来推23万的，啊，没办法跟他竞争嘛，技术比不过人家，要从最低阶的去做。啊，那如果你想想看，有一家公司要来做最低阶的手机。啊，一台手机卖2000块的，那你会不会很看好它？
啊，所以说真的看到这些新闻，我真的看的是昏倒了哈，好不好？好，中国的低价电动车怎么样？中国都很清楚啊，萎缩啊，很惨啊。中国那么大，低价电动车也是萎缩啊。那现在鸿海要做低价电动车，你看，所以我们说啊，这个台湾的电动车联盟啊，这个前途啊，实在是啊，堪虑的哈。好，那我们从股权系统来看，鸿海，哎呦，这格局完全不对，难怪一整年我都不会跟你讲我看好鸿海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一整年过去了，2022年，包含今年2023年上半年，现在五月了，张云从来没跟你讲我看到鸿海，原因就在这里。那反过来，如果你买进去，你看到鸿海，对不起，你现在套牢，一套一年半，你看多痛苦，对不对？好，另外一个是他的结盟的玉龙啊，纳智捷啊，母公司玉龙啊，你看玉龙啊，格局完全不对了。前次拉起来到这里，很多人哇要冲了要冲了 ，OK 就冲个头了，没有？时间4月20日拉到这里，很多人说要冲了，83块要冲了。张一鸣跟你说什么？说这个格局不对啊，这空头反弹而已，小心哦。有一档股票跟它一样的，一模一样，光照有没有？最后光照呢，咚，看到吗？本来在这里哦，最后呢，最后咚下来了。所以我跟你说，玉龙将来会像这样，是不是跟我讲一模一样？没错嘛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就把它做一部分的获利回补了，非常开心，投资朋友。所以做股票有方法有技巧，你乱买乱冲是没有用的哈。好，你有没有看航运？航运前几天的新闻啊，说啊，这个马士基，全世界最大的海运公司马士基啊，市占比例17%，它、啊、这个盈利啊锐减啊，营业利益锐减。他说第一季是最好的一季啊，那二三四季都不好啊，第一季最好就开减60%，那二三四季不好，哇惨嘛，那惨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里面要讲到啊，长荣、阳明、万海啊，这个减了90%，要修，然后你看多严重啊，最近季报出来了，第一季季报出来了，来万海亏损。连续两季亏损，差嘛，亏损啊，开始亏损啊，去年赚大钱了，今年开始在亏损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啊，怎么赚大钱而已，啊，马上就亏损了，投资朋友，所以你觉得你买的航运有机会吗？你看完这个你就知道有没有机会了，它为什么大跌都告诉你了。好，前一次的这个高点，相对高点区，在3月11日，一年多前在这里，这里是171块，现在跌到60几块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有看到翻多吗？那你买这一年多的意义是什么？那你不是赔了很多很多钱吗？一张最少赔10万，不是吗？空头格局的股票就是要避开啊！你不守规矩，很简单，就是缴学费，他也不会跟你客气，你就钱拿出来交就对了哈。好，长荣配息70块，殖利率41%，这是3月15日的新闻。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噗噗跳啊，哇，殖利率41%，吓死人了，41%，不要傻了哈，没有无加好康的代志了哈，懂吗？当时股价在189.5，现在呢来到150了。也就是如果你买进去啊，这3月15日在这里哦，这一天就3月15日，有没有？就这里哦，179.5。如果你买进去到现在一张3万了，啊，你看到会配四，殖利率41%，配70块，结果你买去一张赔3万，懂意思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格局就是不对啊，3月15日就在这里啊，这里就179.5，有没有？这格局根本不对啊。可是你看不懂啊，你买去我完蛋了，180左右到150，而、啊、不是一张3万了嘛，啊，所以股票市场的钱啊，真的是你要这样赔，要这样赔，要这样赔，那真的是赔不完了、啊、好不好？所以配息很多就会填息吗？不一定啊，鬼扯啊！长荣配息那么多也没填息啊，不是吗？啊，鬼扯了哈、啊！所以没有填息就没有殖利率啊，殖利率完全是鬼扯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看货柜三雄都已经啊跌70%、跌80%了，买进去的人最后再组了26000人组织就会欲哭无泪。说真的，我觉得他们很可怜的、啊、哈。操作股票应该是买的安心，抱的放心，卖的开心。投资朋友，请问货柜三雄有买的安心吗？有抱的放心吗？抱的每天心惊胆跳，股价一直跌，对不对？卖的时候呢，会哭了，啊，不会开心了、啊，会哭了，啊，100万都赔80万了，怎么开心？所以啊，这样才是操作股票理想境界。那如果你不能达到这种境界，就表示你的方法错了，懂意思吗？那最后你就会赔很多很多钱哈。货柜三雄去年2021年7月20日的哈，张一鸣就讲了，要开始倚天屠龙了，航运股要开始倚天屠龙，很多人不相信了。我讲这样，很多人打电话来骂《三字经》啊，他妈扯、啊！你到底张一鸣懂不懂啊？你分析证照怎么考了、啊？本利比这么低 ，EPS 这么高啊？这股票不好、啊，买什么？好啊，你就去买啊，赔是你赔，又不是我赔。我跟你讲，你不听就算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最后你发现我跟你讲才是正确的嘛，对不对？张一鸣就跟你讲，2021年7月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全部赚大钱，我不玩航运股，我不玩。很多人要开始进去玩，戏演完了才要开始买票进场看电影。散户不都这样吗？那很多老师跟散户有什么差别？比散户更糟糕，对不对？完全看不懂哈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股票钱就是这样赚啊，205%全部把它放口袋了，不玩了。很多人要进去玩，对不对？
搭错车不可怕啊，懂了及时下车，这样懂意思吗？要找到一个新的开始，才能够开始你新的快乐的人生啊，懂意思吗？大盘在这里盘整十五周了，好不好操作？十五周，十五乘以七，一百零五天。这一百零五天，说真的非常难操作，七百多点而已啊，怎么操作？所以你赔钱很正常啊，你这十五个礼拜你赔钱很正常啊，我只能说你赔钱很正常，你也不要太难过，但是你要反败为胜，要想办法，你不能说赔钱就算了，为什么不好做啊？七百多点你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所以赔钱很正常啊，没赚钱也很正常啊，你没有赔钱可是你也没赚不到钱，很正常，那你小赚一点点也很正常啊，操作难度这么高，要能够赚钱不容易的哈。好，那我们十五周过去了，一百多天过去了哈。你的股市人生快乐吗？你这十五周，你这一百多天，你过得快乐吗？你费用已经交了，有没有值回票价？对啊，你缴钱了，你跟着老师做了，你值回票价了吗？你满意了吗？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遗憾？如果你不满意，你遗憾，那我可以恭喜你，表示你还是有知觉，你还是想要赚钱的。那如果你都无痛于衷，那也没什么好讲。玩钱是你的啊，你爱怎么玩，谁能约束你？那如果你会觉得心痛啊，我缴那么多钱，结果要赔那么多钱，哇，这样不行。你想要反败为胜，哎，那你就有机会了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大盘盘这十五周，电子股一样很弱势哎，在这里你看几乎相对低点区，所以你买进几乎都全部都套牢了哈、哦。那台积电更不用讲，今天四九六啊，五百块站不上，六百块就更不用讲了。所以很简单，你买进去几乎都全部套牢，所以伤心的人很多了啊。在路上啊，他们掉眼泪的人很多。这一波行情十五个礼拜啊，一百零五天，对不对？好，台积电为什么涨不动？空头格局啊，我不早就跟你讲了吗？对不对？台积电看淡景气了，今天跟你说了看淡景气了，五月十二你就昏倒哈、哦。所以股票市场里面要记得有三思。什么叫三思？思维、思退、思变。思维什么？啊、知道危险，知道危险就要避开危险，懂意思吗？什么叫思退？思退就是要脱离战场啊，远离战场，因为现在已经陷在里面，你找不到方法了。那你还要继续做巨冲，没有用，继续赔啊！所以思维思退，先退一下啊，让自己清静一下，不要急，找到对的人，找到对的方法啊！你不要一直不会做，不会赢，一直冲没有用了哈。第三个，你思变，同志们，以前错在哪里，以后你要怎么做，这个叫思变啊，就叫反败为胜的三思啊，懂意思吗？要思维思退思变啊，不要傻傻钱一直少，当你钱越来越少，你的脚步就越来越乱，因为你压力会越来越大。这样懂意思吗？所以你要记得、哦、要思维思退思变、哦、好，环球金、啊、台积电上游，台积电不好，环球金怎么会好呢？今天把它先获利回补了，多开心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中美金也一样，你把它先获利回补，这都一样，都空头格局嘛，当然是不能做多放空。元大台也是一样、啊、所以很简单，放空就有钱赚嘛，裕隆也是一样、啊、所以操作难度很高、啊、但是要赚钱不容易，跟对人就有机会。张爱民，你这四个月左右你操作了什么？有啊，上次在这里啊赚五十嘛，到昨天嘛，来今天又多了，哎，多五块了，很开心哈、哦。从五月十六号到一月十六号到五月十二号，啊，也就是说这将近这四个月，这四个月张爱民操作几档股票，啊，我操作股票通通在这里。如果有没有拿出来的没关系，里面有赔钱，老师你根本不敢讲啊，那个你有操作都没有讲，你缴你的损失都算我的，你放心，通通在里面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来，总共几档？十七档，这做多的，这边空的呢十一档，空单目前还有一笔没有回补啊，在成本附近差一两块而已的哈，啊，就在这里，所以总共操作几档？十七、十一、二十八嘛，加手上一档二十九嘛，四个月二十九档，啊，赚的扣掉赔的，目前全部都在这里啊，来，赚五十五块，看到没有？这五十五块已经放到口袋里面了。啊，一次如果十张就是五十五万，来把它放到口袋里面了。哎呀，非常非常的开心呢、啊，非常非常的幸福啊！你看这种行情还能够赚这样，真的是了不起啊！好、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特别会员，特别会员到昨天是207左右哈，啊，今天是215，啊，今天又两笔单把啊，又一笔单把两笔单把获利出场了，所以是215，通通在这里，多单15笔，空单11笔，所以总共是26笔，四个月26笔，合不合理？啊，特别会已经没有股票了，四个月26笔单，四个月操作26笔，通在这里绝对没有少一笔，投资朋友。所以想看这叫什么？叫操作。张爱民的操作只有一个目的，我要帮客户赚钱。我不是为了上电视表演，我每天做十档，哎，总会对两档嘛，拿出来讲，八档赔钱都不说，那个叫诈骗。没有，
在你这四个月总共超级空全部在这里啊，就是26档啊，多单17档啊，多单15档，空单11档啊，总共就是26档，全部在这里四个月左右啊，全部26档在这里啊，这就是真真实实的操作，赚的扣掉赔的215，特别会员的部分啊，如果一次10张不多啦，215万放口袋了。我们这样讲，我的客人说：“老师，我用100张，我得买10张啊，太衰。”啊，如果100张有2150万放口袋了，你看这样多开心，多幸福，多美满啊！这就是我们要的股市人生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诚信宣言，任何一天，任何一天，当然包含今天，包含过去的任何一天，包含未来的任何一天，任何一笔绩效照讲，全额退费。全台湾除了张一鸣，没有第二个分析师敢讲这句话，因为任何一天讲下去。那就永远都不能说谎了，你说谎就死定了。任何一天都不能造假，任何一天包含什么？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那叫任何一天呢、啊？对啊，你讲下去就死了。你讲下去，你要说谎，你就完蛋了哈。任何一天，任何一笔绩效造假，全额退费。全台湾第一个讲的是张一鸣，我已经讲20几年，到现在没有看到第二个人敢讲。我希望很多老师赶快来跟我学。任何一天，任何一笔绩效造假，全额退费哈。持股5档以内带进带出，会员永远只有总特普，永远不变的承诺，好不好？诚信保证。获利不能保证，啊，获利保证吊牌，所以获利不能保证，诚信可以保证哈。泡茶聊天，笑看牛群入牧场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心情。泡泡茶聊聊天，啊，这么多牛群200多万啊，如果10张200多哦，放口袋，你都可以开一个牧场了。盘中做什么？泡茶聊天，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股市人生。最开心的股市人生，好不好？股市人生，利股得妙法，就找到了，你跟对人哈。小老鼠 250069，这是赖立明，你可以搜寻加入，有问题发上，记得留下电话，赵一鸣快速回答你。先交给明乐。更多操作策略建议，广告回来就请赵一鸣老师帮大家做进一步分析。欢迎回到涨跌密码，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。好的，今天有个投资人到公司来说啊，他要参加。泡茶聊天那一种，看柯老师泡茶聊天呢，啊，我们客人就说你找对了，啊，你找我们张老师就对了哈。好 ，CDKY 首季0.57啊，怎么那么少？那你看这样股价怎么可能维持400-500块？那这一段已经从啊500这个80几块啊跌到430几，这拉回150块了、啊，格局不对了嘛？那、啊、当然早就转空了，你不能等看到报纸出来再来跑都来不及啊，要赔100多块哈。好，瑞典也是一样转空了哈，这段要避开啊。华信也是一样，从53块跌到40几块了，这格局都是错的。啊，启邦也是一样，这已经转空了一段时间了。汉磊也是一样，股价从啊9几块跌到7几块，这个格局都是转空的哈。包含民安也是一样啊，股价从98跌到7几，这格局都是不对的。所以你是要买这种股票吗？你买这种股票你就完蛋了，就赔不完了。包含资源一样，一大堆卖出讯号，股价掉下来，这是我们之前放空的。创维是一样，这都是空头格局的股票。力旺高档出现一大堆卖出讯号，这格局都不对了。啊，神准也是一样，这段转空，很多人去买，买完之后不敢上节目了。台办空头格局啊，不要去跟他这个，就反正不对就对，不要乱买。好，大盘这边盘整15周了，盘整期间非常难操作，15周105天。张爱民你怎么操作？普通会员不多了，55净利55块啊，就是赚了扣掉赔的。如果10张就是55万，把它放口袋的。4个月55万，操作多单17笔，空单11笔啊，所有操作都在这里哈。啊，这个特别会员是啊，多单15笔，空单11笔，26笔啊，215块把它放口袋的。到这边啊，多开心，多幸福，多美满。215块一次10张就好，不用多。215万放到口袋的。啊，这多幸福啊！这可以啊，开一个牧场了哈。任何一天，任何一笔，绩效造假，全额退费，所以不会拿假了。会员永远只有5档股票带进带出，好不好？好，股市里面离苦得乐的妙法就是找到对的人。你只要跟对人，你就可以找到啊这个离苦得乐的方法。有没有很痛苦？不用啊，盘中没事，哎，喝茶聊天啊，泡泡茶啦、啊，啊，扣讯来就准备要开心获利的啊，平常也不会干扰你。我想这就是你要的股市人生。啊，找到这样的股市人生，你就非常的快乐哈。小鼠 250069，这个地方，你可以收听加入，有问题发言，请留下电话，这样我们快速回答你，先交给您的。提醒观众朋友，本公司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祝你操作顺利，我们下周再会。